家好，我是柯和丽。今天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。这个呢是韩国的 The Same 的慕斯手涂式唇膏。其实呢，它就像是唇甲彩一样，就是你只要有盖子，然后你把它打开，然后用手沾取就可以涂在嘴唇上面，很方便，而且造型又非常可爱。它的包装上面都会印有甜点的图案，像是这一个呢，这个是草莓提拉米苏塔，它是粉红色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巧克力慕斯，它是暗红色的。然后首先呢，我就把它先试用在手上，看看它的颜色。这个是草莓的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很粉嫩的，很可爱的感觉。再来呢，我是用巧克力慕斯的，这是暗红色的，然后我也把它试用在手上。这个颜色真的比较深，然后因为我沾的比较多，所以比较浓一点，用在嘴巴上咯。我先用呢是比较淡的粉红色，它涂起来的质地有点像是护唇膏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它的主打的特色就是它是可以很持色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粉红色很可爱，用在嘴巴上有种粉嫩的感觉，但是又很自然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涂完粉红色，然后现在我想要用再加一点暗红色，沾一点，然后把它涂在嘴唇中心。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很好看。这个红色呢不会是太朱红的颜色，但是呢是很有血色的感觉，因为这个颜色呢特别有韩国的感觉，很好看。这两个颜色都很可爱，有两种不同的感觉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呢是在 Friday 购物上面有卖哦。拜拜。